玉苏琉璃光如来的无量劫以来，就是一份的悲心立愿，来来回回就是在苦难众生中，所以为苦难的众生去付出，对于的自心啊，虽然是长远的辛苦修行，不过伊在这个苦修中，对啊，付出拯救众生，这个中间呢，就会当慢慢显出了伊的德，所以这个德啊，就是一尊佛伊的功果圆满所显露出来，伊的功果圆满，那改一个通清，它是清净，是光明，一直讲过去，众生啊，就是心地染污，所以迷失了本性，所以迷乱了伊的信心，心乱啦，起心动念，无不是恶，无不是造业。心乱啦，杀多淫，种种的恶业，就是这个心去做作，所以这就是叫做凡夫做作了这业，那么也前途都黑暗啦，就是苦不堪言。这种的众生啊，因拢是恭敬，最难调伽，所以佛菩萨都爱特别耐心，所以每一尊佛伊都爱悲智愿行。就是自悲嘛，悲悯啊，不忍众生苦啊，不忍心众生受苦受难，不忍心众生愚昧不得道理啊，怜悯众生迷茫作业，所以以不舍众生，但是敢那悲悯不舍有路用无？也阁无路用。那么就爱发挥伊的智慧，这份的智慧，这便必定爱去啊。身体力行，体会宇宙万物真理，通达了道理，发挥了智慧，才有法度通释放的用在广强苦难众生的身上，
来给伊调解。所以救人度人，只干那慈悲是无够的，必定呢爱发挥智慧，爱观看时机啦，才有法度去理解众生的病态，才有法度去应病下药。这就是智慧。敢若慈悲有智慧，安尼有够无？无够，必定呢爱发愿。咱若无愿啊，就是让你的心真柔软，看到所有的众生在咧受苦啦，尽管你心痛，尽管你不忍，尽管你真想要去甲救，但是呢，就是无采取行动。安尼有路用无？还是无路用？那么，伊有心要去解救，也嘛是有采取行动啦。不过方法不得正确。评论讲，迄个众生贫穷苦难，亏欠物件，哦，我爱伊，我避免伊，所以我会当给伊真多真多的物件。但是啊，凡夫心啊，贪字无厌嘛，好亲像呢，这个铁石点大海。都甲甜都是袂甜，安尼是毋是真正救人的方法呢？回迄个贪念愈开愈大，所以敢若避免，敢若要应众生的需要啊，可以，安尼毋是真正伫咧救伊，必定爱。用得得法，一方面救伊，予伊解除了一时的苦难，啊，搁再运用智慧去看伊，去陪伊，安怎来行这条路，予伊知影方向，袂搁走错路去。我在一旦教导伊真正幸福的道路，一旦解脱烦恼，离开错误的方向，安尼呢，用这个智慧去接引，去教育。安尼是慈悲智慧平衡，不过这不是短暂的时间，咱来知影众生的习性啊，是轻生累世啊。虽然咱众生会当来接受。伊嘛已经会改过，但是是毋是会当永永远远呢？是毋是啊？从安尼开始，再也袂阁起烦恼，转烦恼已经成菩提啦呢？是毋是伊的行为袂阁犯错？是毋是？伊也会当伸出双手呢，
去做利益人群的代志，是不是因故呢？真难呐、啊！凡夫对镜心思嘛，这就是叫做凡夫共穷的所在。虽然得救啦，但是看到迄个境界来的时，伊啊，真紧就起心动念，比境界呢就转落去啦。恁会记哩？有安尼的故事啊？哦，在地狱在咧受苦的众生，有一天啊，那释迦佛在迄个莲花池边啊，安尼，迄、那个眼光凝视着迄个莲花，这个莲花甲莲花的中间啊，那迄、那个水，佛陀呢，就是啊。用着伊迄个宁静的心，啊，透视了莲花池，这个中间好亲像啦，看到迄个莲花池的内底污浊的污泥中，亲像是地狱共款，佛陀悲悯心啦。开始呢，就将伊的手指中呢，安尼放着一条，好亲像蜘蛛丝遐尼只细的丝线，安尼呢就弹落去，也好亲像在这个地狱中受苦难的人，忽然间。看到这山的光明，从面顶安尼透落来，那么受罪的人看到欢喜啦，赶紧把握这个这山的光明啊，安尼好好去压着这个山，哦，这条光明。唯一的丝线，安尼缓缓的，啊，家己的向上底个游起来啦。但是啊，伊啊，嘛真顺利，安尼往上往上，一直要起来啦。可是呢，心一动念嘛，下边阁有人。也是同款揪着这条的丝线，要往上去哩。这头一个呀，呀，这个心一起，敢那我得救就好啦。即使那个较侪人来呀，我是不是会去回拖累落去？所以这两心一起起来，就是啊。要排除了其他呢，嘛有机会得救的人，干那这点心，忽然间，光明会唯一的这条线断去啦。那这个故事啊，是啊，虽然呐、啊。就是安尼写，看起来呢，咱那个用心去甲想，众生心敢毋是安尼？当咱伫咧受苦难的时，当咱发现着这个真理伫面前，咱也已经知影苦。我爱离开，我爱力求向光明的道路行。
但是啊，这个反复的心境界，哪个现前的时，那唔只是毁掉了家己唯一一线的光明，同款也是啊，毁掉了别人。所以佛陀、菩萨要来救度众生，伊必定要有这种的心理的准备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令其知影众生的功强，佛陀的爱必定爱，用着长久的时间去啊教导，去看，去教，去陪伴。所以这必定要有缘啊，那无缘呢，无法度用着这么长久的时间来来回回啊，面对着这么多光景难调和丑陋的众生，这些一定是佛菩萨的慈悲，才有这种的心。世间的父母都一个无爱囝，不过囝若是不肯受教，佫安怎会当原谅囝的父母呢？都会起烦呐。何况讲普天下的众生，芸芸无数的众生，所以诸佛菩萨必定要有一个观，就是不舍众生苦。这种的悲愿啊，才有法度通完成伊这个佛果。所以讲起来，愿是非常的重要。有愿就有力啦。看看我们在1999年92月，在台湾来说是一种惊世的大灾难。住这人啊，好亲像是从地涌出来的菩萨，从四方八面呐、集中到迄个众生哀嚎苦难的地方去做拯救的工作。迄个灾区需要什么？遐个菩萨呢，就是有求必应，除了紧急的救助，也个帮助，帮助在迄种彼此混乱的境界，去啊帮忙去处理，哪怕是半死人。更观察，因都做到了。
整个灾区的凌乱啊，哀嚎啊，有的呢，就是伸出了两只手，用爱呢去拥抱着这些失去了亲人、失去了家园、苦难的众生，安尼，该咱来心呢，安尼，看看大，看看安抚，那众生对啊，因都是用因的体力，用因的威力，用因。合心结合起来，因在迄个所在，用偌长偌久的时间，从付出至整顿，然后呢，为因去大爱，一直到这当中，千年希望的家。我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如何忍辱伊啊，这群呢菩萨常常就是走动在这个灾民所集中的大爱，一直陪他们陪啊，陪到现在。所以讲来，咱现在是安尼，何况啊，诸佛菩萨面对着因缘的众生，那会当讲欠了这四项：悲、智、愿、力、其心。这四字呢，是佛佛都懂，每一尊佛拢同款的心态。咱要修行，咱要学佛，咱也是同款要学安尼啊。所以，在人世间呐，才有法度，互咱去发挥这份悲、智、愿、行。